这一题它是 Slovenia， 然后所以这个是我的 price is 3，这个是我的 price is 9，这个是我的 index， 这个是我的 weight， 然后这个 A 其实是23 for 20乘100，然后这个是12 for 8乘100，这个是150，行算，然后18 for 16乘100 ，OK， 然后我的 weight， 因为 weight 这边是180，所以我的 percent， 所以它是一定是180的，所以我的 D 呢是整体100减掉上面的8，然后再减掉12，再减掉20，再减掉27，我就可以拿到我的 D。所以你用你的计算机来算乘20、30、40、50、60，所以这一个 D 是33，然后 A 的话我就有23除20乘100，所以它其实是115 ，OK， 然后12除8乘100，那个150，对，18除16乘100，这个我拿到112.5 ，OK， 所以我的这一个什么12.5 150 15 33 ，OK， 33 15对，所以 A B C D 找到了，然后。Calculate the composite index. So 他现在要的是 composite index 的情况之下呢，这一个是我的 weight， 这一个是我的 I， 所以我这边就有 IW。OK， IW 的话，我的120乘8的话，我拿到的是960，然后我的115乘12的话，我拿到的是1380，然后我的150乘20的话，拿到的是3000，然后我的那个。112.5 乘以27的情况之下，我拿到的是 3037.5， 然后我的960加1380加3000再加 3037.5， 我全部加起来是 8377.5， 所以它这一个是 8377.5。 OK， 然后它现在要的是那个 Composite Index I8 的话呢，我要写成这样，120乘8加115乘12加150乘20加112.5乘27，然后哎呀这边还有一个103乘33 130乘33，然后我拿到的是4290 4290，所以再加8377.5， OK， 所以这一个弄错了，这个是1266.7.5，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还要再加上那一个27，另外一个是多少啊？130乘以33，然后它的分母，它的分母是100 ，OK， 然后因为 percentage 它的总的一定是100 ，OK， 所以我的这个会变成1266.7.5除100，然后就会变成126.675。OK， 所以我的那个 I8 是 126.675， 所以 B 的那个答案是 126.68， OK， 它进位了，题目有叫我们进位吗？没有， OK， 好，那个它叫你 interpret your finding 的时候呢，这一个其实是上升了， OK， 这一个是100加 26.675， 所以它其实是上升了 26.675%。OK， 然后接着 determine the price of 19 price of 19，然后他告诉你 price of 13是这一个，然后是整体的 Slovenia 的，所以我们知道呢，我的那个 price of 19 over 35乘以100等于刚刚的这一个是126.675，所以我的 price of 19会是等于 126.675 乘35除100， OK， 126.675 乘35除100，我拿到的是44块3毛4， OK， 44块3毛4，所以44块3毛4是正确的， OK， 好， D 的话呢， calculate the price index of2021 if the total cost expected to increase 10%，
in the year 2021，这一题其实是有问题的，他们讲 based on 哪里一年 OK， 如果它是 based on 2013的话，我们就要做的比较多一点。如果它是 based on 那个2019的话呢，那我就知道它其实是那个110啦。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 index of 那个2E base 19等于110。OK， 因为它增加了18%，增加了18%的话，其实是100加10 110。然后我的 index of 那个这一个 index 是在 B 的，它是 composite index， 所以 index of 19年 based on 13年会是等于那个刚刚拿到的是 126.675。所以我的 index of 2E base 13呢，会是等于110乘 126.675 除100。OK， 110乘 126.675 除100。OK， 我拿到的是 139.3425。OK， 所以110。好，所以它的110是 based on 2011，based on 那个2019啦，所以课本给的答案是这一个，我给的答案是 based on 2013的。然后在这一边呢，我为什么懂它是直接这样的呢？因为我有13年、19年、21年，然后我来这一边的时候，13去19是 126.675，然后19去21是110，所以我这一个来这一个的时候，这个乘这个除100。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呢，我就用这种小的两个年份 1319， 大的两个年份 1921， 1919对到的放100，然后1913是 126.675， 2119是这一个是110，然后我交叉乘，所以是 126.675 乘101除100，然后就都是拿到这一行，然后过后就拿到这一个答案。